小伟，玩这种东西啊？东西？玩这种东西什么？王柏兰，你知道我这衣服我明天去一边要穿的吗？没有脑袋玩这种烂交东西。嘿呦，大家，我觉得在还没有进入正题的时候呢，先让我为你们介绍一款经典又好玩的游戏，就是这一款游戏《War Thunder》。这一款游戏是由 Gaijin Entertainment 开发制作的啦，然后这一款其实是一款在线军事战争动作游戏啦。这一款游戏好玩在哦，它可以在空中、海上面还有陆地上面战斗。你们可以在这一款游戏体验到日本、美国、俄罗斯，哎，还有其他等等那些国家的那些现代还有以前经典的那些军用的那些战机还有战车等等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最爽的是这一款游戏可以在你的那个坦克车里面跟敌人对轰那种快感，然后从意大利的一个小镇那边打到去韩国一个很大的地图那边进行对战这样子，哇，想到都爽哦。而且沃坦的这个游戏呢还提供了数百辆的那种坦克啊，那种战机啊、军舰啊，还有那种直升机等等啊，给你们选择去用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坦克还有战机啦，无论是外观啊、枪射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啊，都是非常贴近现实的战车。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 War Thunder 的开发人员呢，他们都有认真研究每一辆战车还有那些战机的，他们会去研究那些战车战机的那种历史啊。而且更过分的是他们还特地跑到去那个军事训练场上面，特地去收集有关这些战车还有战机的信息，还有这些战车战机的那些运作方式。就是你升级你的军队的时候，他会解锁那个自定义系统，你们可以用那些超酷炫的那些皮肤啊，还有那些装饰品，把你的战车做到比别的玩家更脱颖而出，更加出色好看。我跟你们讲啦，这款游戏还加入了现在日本那真实存在的日本动漫女孩的直升机，虽然讲是有点中二啦，但我是觉得真的是蛮酷的。这款游戏其实是一款画质超好的那些大型游戏来的，所以会在电脑上的 Steam 啊，或者是各大主机平台发售啦。那些超厉害的图形技术，还有那些超逼真的那些音响啦，可以让你体验到激烈又壮观的战斗。然后其实 War Thunder 这款游戏是 download for free 的，听完了是 free 啊。我的影片下面那个 description 那边会放有这个游戏的链接，你们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下载游戏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如果你们发现这个链接没有效果的话，你们可以试试关掉你们的 app block，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OK， 大家，我现在终于要回归正题了，先把相机拿上来先。OK， 首先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就发现了阿元，他拿他的肮脏衣服拿去洗，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邪恶的想法，就是把他正在洗衣机里面洗着的衣服放纸巾进去，就是那些滴数，然后这些滴数就会把他衣服弄到很肮脏，很肮脏，就是很乱这样子。我在想会不会很过分呢？其实是蛮过分的啦，因为他是有很多那种肮脏衣服洗嘛，就代表他其实没有什么衣服穿了。然后我再做一单这样东西给他啦，我觉得他过后应该是没有衣服穿了啦。我觉得他应该会很生气啊，所以不用紧张，反正这个就是我计划，我也是预料的啦。所以现在我就想要过去那个洗衣机那边 set up， OK。那你们看他电脑放在这边，因为为什么他每一次都是两三点前才起床了，所以他现在应该这个时间呢就是去打包了啦。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趁这个时间去做够他们的午眠，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好时机，所以我现在需要过去他洗衣机那边。啊，刚刚才洗到，你看看到吗？这个就是阿元的衣服。所以现在我就开始实行我的计划了， OK， 我要去找迪叔先。首先，喂，哇，你吓到我喂！我要做高阿元，然后刚好你就在我面前了。你在里面一定无空逃了，我跟你讲。绝对是无空逃啊！因为这么，我有一个计划，就是因为他现在洗衣服，所以我打算把迪叔丢进去。哇，很悲催的哦。我真的很悲催，我就是要做高悲催。我真的很生气，因为我预料他生气了，所以我才敢做嘛。这样，要加入。对吧？反正是你是主谋啊，我是帮凶。没有啊，我要去找迪叔先。迪叔啊？因为我有没有没有，我房间有，房间有。啊，看到没有？是时候了。整捆丢啊？没有啦，就扒一点丢啦，碎碎这样啊。你丢啊？我觉得。我丢啊！你丢。你变为中吗？我叫你丢的，所以你不会中 ，OK。我们出来玩，迟早要还。啊，这一句我每次讲。这一句你就是你的名言了。我今天我就要还他的秀。哎，你不要整捆哦，你要碎碎丢了喂。我要给他碎的。我丢个几片啊？来丢啊！来丢啊！丢。
哇哇哇，还 mix 下去哟、哦、mix 罢了，丢多丢多一点，丢多一点，我觉得要丢很多啊，要不然不够。OK， 我觉得再多一个就够了。 OK， 看谁看谁。 OK， 所以现在是47分钟。对，所以我们47分钟再来看他的反应。 OK，所以我会 set camera 在这边，然后时间一到，他就会过来收衣服的时候 ，OK， 我们就有好戏看了。所以我现在把相机设在这边，看到吗？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OK， 我们就等时间到了过后再继续。小伟，玩这种东西啊？东西？玩这种东西什么？玩什么？怎么有拍摄？你不用管别人，你这个相机放在那边，这是你做的吗？所以这是他的相机啊？我哪有做？跟别装，跟别装。你不给他借我的相机拍啊？王木兰，你知道我这衣服我明天去一边要穿的吗？小伟还给我借相机的。我不管你们谁啦，没有脑子来玩这种烂交东西。哎呀，玩爆了。鸡巴，你知道这个济南青吗？啊？我们一向来都骗人啦。一向来骗人。等下我们把你洗回啦，没有事的。我洗回啦，东西很容易吧？等下我们洗回啦。小伟，怎么？喂，不要生气。什么？这么高明的巧力。我们是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是成功了。其实很大力的，只是讲因为这个门哦，它设计的缘故，所以就哦，哎，很好哎，这设计，这设计很小声，它生气也很小力。哎，好像真的生气耶。我今天要出去看他一下，就跟他讲 sorry 是吗？跟他讲 sorry， 然后我们要帮他洗回这个衣，真的要洗回来，他真的夸张啊。这样我们就，你去道歉啊，走过去找他喽，来个道歉骑士啊。哇，什么事哦？小伟，不要这样耶！他现在要来跟你道歉了。拍摄吧，好吗？你看我现在也是要拍摄吧，好吗？啊、拍一个小小的 prank 吧，又不是什么，你的衣服又不是只有这一件。是啊，车镜又没有包，导演吗？你知道这几多收尾吗？很多收尾呢。不用紧，等一下我们帮你洗回，洗回。洗回啊，帮你洗回啊，你又不用麻烦，你又不用 trouble， 一定可以的吗？没有事情吗？弄到你衣服都有了哦。Content 拍一下吧，好吗？你看我现在也是拍一下吧，等一下帮你洗回去，没有问题的吗？所以你现在是要拍 prank prank 我啦？我本来就摆明要拍 prank prank 你吧，好吗？那你懂你现在这样生气？这不就是你的吗？我的啦。你的啦。我的。所以你要 prank 我啦？这么你笑？叫你给我 prank 回啊！
进。你也莫，讲到好像你跟他干嘛这样。你叫我相机收好好，结果你自己相机呆啦啦放在那边，红点又不要关。我以为藏得很好了的吗？藏到很好。最近，我跟你讲，这间家，每一个人都很有戒心了。啊，很有戒心。现在就算你一个人放 LP， 我们都要找骗在哪里，是不是骗来的？你明白吗？最近啊，高峰期啊。是这样的，最近高峰期。你想象那个人因为一件衣服跟你发这样大的脾气，很难讲的哦。有可能嘛？因为。你 Benny 滴几滴水在地上，你都发脾气了都。那个不能，那个不像是 prank， 那个我没有想到是 prank。哦，因为你们平常也是这样的，你们平常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没有差别。哦，所以是这样。失败啊！你被 prank 啊？不是他，是。所以是我被 prank。你被。很明显呐，你还要问？你回去看一下这 footage。我跟你讲，我真的发现到说。我一想，哇，是不是又在我把那个 tissue 放在我自己的裤子里面？我每次就是这样，我才想到这 prank。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已经第二次了，我就以为哇，这次我又拉野，然后我就看到，然后我就打算走出来跟 Cherry 讲，我一走出来的时候，扫到红点哦，哇，我这样，哈哈哈哈，知道什么事了吗？哎，这样其实我是隐藏到有一点好了，只想忘记关了红点吧。对，没抓到红点很 sharp 的嘛，很 sharp， 那个红点太 sharp 了，很像 sniper。所以剪掉了啦，所以这件衣服还是你拿去洗，不是？我不用帮你洗，你拿去洗。你讲多一次，你拿去洗。哇哇，哇啊、这样好了，我拿去洗哦。洗干净点啊！啊，洗。真的没？真的。我觉得可以先试看用洗衣机洗啊。我跟你们讲，我每次拍 prank 啊，到最后都是做搞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完全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反正今天又是一个很失败，然后又被做搞的一个 prank， 所以我整个人是闲掉了。所以现在我再帮他洗了一次，看会不会干净啊。如果还是不干净的话，这样子我只能够用手亲自帮他洗了，是不是这样子 ？Steady 了吗？是不是？没有办法了。唉，这个洗还在那边弄什么？再看有没有洗好来，我再帮他用洗衣机洗好来先。如果洗好还是不干净，这样子我才考虑用我的手来帮他洗。哇，这么伟大！我 steady 嘛，做人就是 steady 嘛，是不是？如果做肮脏，是不是没有两句先？没有两句，没有两句哦。没有两句，我上面有时间帮我洗。可以用电机洗吧，我不会用手帮他洗。哎，你 mix 了，他会中就到，这样我不是中了。你中也是啊，我没有跟你，我没有恩怨的 ，OK？ 没有理由帮你的 ，OK？ 你自己慢慢啦，拜拜。让我等你洗好。好，可以啊。走啊，我要帮他洗。所以影片就到这里啦，就希望他的衣服是这一趟过就可以干净啊，要不然的话我就很闲了 ，OK？ 哎，拜拜大家。